9日，杨超越现身北京机场，她扎着双马尾，元气满满，超可爱，穿 oversize 上衣秀美腿。杨超越从火箭少女101出道，很多人对她的印象是锦鲤、有趣的灵魂、村花等等。事实上，杨超越的身材很不错的，168的她有着一双大长腿，不比颜值担当的吴宣仪差。把美腿藏起来，等于把杨超越的优势藏了起来。毕竟，在火箭少女11位成员中，很多女生不仅不漂亮，还是小短腿。村花的身材颜值优势很明显了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